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卫 Sir， 请大家免费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失散了的话，请你重新订阅。记住按个铃钟仔，还要按埋全部的掣，那你就可以收到我的视频通知了。还有请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去广传我的频道或者我的影片，在这里多谢大家先。Hello， 你好啊 ，D 哥。今天有啲两个故仔讲，系咪？咁啊，都是医疗的嘢啦。系。咁啊，咁你都知道从事医疗的行业，我要接触不同界别的人嘅，我要接触不同的医生啦、姑娘啦、行政的人啦。个事主就是一个后生的细路女，廿几岁啦，护士学校毕业冇耐啦。啊，咁佢一波士啦。咁即係嗰個護士長就走嚟揾我啦。喂，阿 D 哥，你覺得佢點啊 ？OK 啊，正正常常做嘢啦。我觀察咗佢做嘢嘅 performance， 我覺得正正常常嘅。係。同我談吐極之正常喎。係。正常人有板有眼。嗯。OK， 跟住佢經理就逼咗我一邊講：，喂，佢俾人拉咗，俾人拉咗，佢犯咩事啊？咁细嘅小朋友俾人拉咗，系啊！佢话佢咧，原来咧就喺十二月中嘅时候咧，佢就着住件衫落去做义务嘅急救员。嗯，做完义务急救员咧，佢亦都喺地下啊，拉一嚿砖头，一下就咪落个差人度。OK， 咁佢掟完嚿砖啦，当然俾人捉咗啦，当然喺差馆啦，落差处啦。咁要翻去簽保啦，到依家都簽緊啦。咁但係正式差處就未落到嘅。嗯。咁但係佢咧呢件事咧就唔係好多同事知，因為佢俾人拉咗都48个钟。咁啊，我就問翻佢幾多情況啦。咦？有冇律師嚟幫你？你嗌嗰啲 number 有冇用㗎？嗯。佢話有覆佢電話，但係就冇人讀。嗯。结果就系佢朋友嘅朋友啦，咁去帮下佢手。咁我其实你在场见到啲乜嘢？啲警察好顺，好粗鲁。咁我话啲警察好粗鲁，但系有时我睇直播，看到见到你哋成日问候人哋爸爸妈妈喎，哇，不堪入耳朵噶。啊，跟住我就话：咁你有冇坏？咁我梗系有啦。咁点解要话咧？佢差人啊！佢点解要话咧？我都要发泄啊！就阿 D 哥，你知唔知咧？中共嘅問題點解我哋嘅醫療系統爆咗咧？大陸人嘅問題，林鄭嘅失誤，喂佢講嘢就完全同佢之前咧一個柔弱如小兔嘅咧，哇唔同曬。咁我話你其實多唔多啊？其實都有幾多噶，不過 dead 多一個，佢其他嘅走甩咗，有啲冇事，因為佢揦起嚿磚，會落個人度。最近都見到佢，因為佢件事我都未波粒完，因為佢老細問完我啊，叫我俾啲意見喎。咁佢話如果啊佢有事啦，落案啦，嗯，即係若果佢 nursing council 度有事咧，佢被落案咧有刑事罪咧，可能做唔到個牌咧，咁醫院咧都會啊可能請佢走。嗯，一個好好小妹妹嘅前途，可能就係俾佢嘅朋輩嘅價值觀而影響咗。跟住其實我問咗一個問題，你有冇後悔？佢话后悔咁又点啫？差人都落案噶啦，系佢会唔会放过我啊？我话咁你咁冲动嗰刻嘅时候，你有冇谂过掟嗰个如果系你爸爸，系你嘅同学咧？你嘅同学若果系做差人嘅，掟落去咁点啊？啱啊！佢话唔得，香港人就要反抗。嗱，个现象见到系咁，就系话细嘅一班，我谂佢心智真系唔系好成熟嘅，佢又问过我意见咯。嗯。啊！若果告嗰时我坐市，我会唔会上报噶？我话一定会啦。嗯。喂，咁如果我上咗报，咁我咪又系好威啦。我都系一个议事嘅一部分嘅。哇！哦，咁你有冇你谂过你？我话你谂唔谂过你男朋友咧？啊！我啊，初时都谂住买楼结婚，不过都买唔到嘅。嗯。咁啊，拖住先啦。哇！咁如果你坐监咧，判3年啊！3年先算啦，出到嚟再做，我哋冇咁天真，出到嚟你仲可以再做翻份正常工。嗯，咁佢有啲恶啦，佢啲惊。
当我第二次即系同佢接坐得倾，啊，我有噶，其实我谂紧阿爸阿妈点教咧。咁佢真系有开始有一丝悔意，其实依家打咁多都无谓嘅。我话你开始有啲唔同咯，系啊，打咁多都无谓噶，我觉得。你每次见到咧，下低啲交通灯烂完又烂，烂完又烂，咁点啊？佢但系政府都未改变，要你回应我嘅诉求，抗疫啊！依家做得咁差，你见到你几惨，个个都要戴咁多 mask 翻工，我哋又唔够 mask， 实际上面又唔够用。虽然我做手术室啫。但是他这样想其实是跟事实是不符的，完全是其实他知道，但是我想后生有一样东西就是他错了，我想大家都很想给机会他去改变，但是我们怎样去改变这一班年轻人呢？其实他们有悔意，他们有悔意，但是他们要去看一些真实的事情，那他们会想得好一点。我就觉得是真的不要看回他们那些什么连登啊，即是现在的报章杂志电视新闻啊，这些都暂时放低先，即是了解一个实况，那对他们来说，我都用第二个电话帮手睇紧，很多很多很多你的 fans 都讲紧啊，他们会是不是坏脑啊，是坏了脑，但没收到钱的嘛，他们没收钱的，没有些是会收钱，有些是没收钱，有些纯粹信的，觉得自己做了很伟大的事。我想他们仇中国 那个心态令我很 amazed， 我很相信阿乜叔和阿吉 Sir， 我想我们三个人的 attitude， 我没有相不相识这两个人，个 attitude 很相近的，怎样去帮回这班后生仔，不是改邪归正，是走回入正轨的。我想他们没有邪过，但是纯真被人染污了。这个是最头痛的事，因为他们真正信嘛，真心信嘛。那这帮真心信的人我们怎样救他呢？我想都是用很慈祥或者很慢的心态逐忽逐忽去感染他们。但是怎样救他们其实 是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，我觉得。因为他们完全信，即我经常都讲说传媒是最重要的嘛，你都讲觉得传媒得天下的嘛。我哋可惜之餘，但系要去救，一個得一個，即係慢慢感染翻佢。哎，唔係噶，唔係叫你睇無線啊，唔係我叫你睇大公報啊，睇星島啊，改變你嘅心態。我諗呢啲講係冇用，反而喺身邊嘅慢慢嘅 support 咯。係咪多啲去了解？了解之餘，但係唔好俾佢哋嘅歪念繼續去流露。他其實他知道的，我如果掟死的人是 murder 的，大佬，哇！我認識啲律師，如果打謀殺或者意圖謀殺你啊，可以落呢個差處啊嘛。我話就係為咗你一時之氣，就係、是、你認為嘅中國係咁而影響到你，值唔值得咧？其實佢眼裏面好多悔意嘅，喺眼神嘅裏面嘅流露。眼神有，但言語上高唔認輸，都要硬住死撐。依家就係我哋面對緊嘅。你哋阿華記者講嘅黃絲港獨啦，或者係嗰班細路仔，我唔想用黃絲港獨去形容佢哋，我都唔想。不過佢哋行彎路，行歪咗路。其實咧，有網友問咧，點解個細路咁仇恨共產黨？我哋買唔到樓啊！點解放百五個人落嚟，令到個醫療系統失衡咗？我哋咪聽一年嘅先。放百五個人落嚟嗰時 ，original 嘅原意係俾家庭團聚啊嘛。唔係呢百五個人放落嚟係食咗香港嘅資源啊嘛。香港嗰時係有一個好大嘅家庭嘅問題，而且一樣嘢係泛民 suppose 提議嘅。你睇翻舊嘅資料，係民主黨泛民佢哋好過，喂政府你唔要放一百五十個人嘅家庭團聚係唔得喎。係咪？但係你呢一百五十人唔係個個落嚟好攞醫療㗎，我眼中見到好多係揸住把掃把喺街度掃緊嘅。好多係住劏房，好多人口住個牙根，唔係電視所講嗰啲咁恐怖，而真係佢哋係咬住牙根劏房咪劏房咯。我个仔俾心机读书咯，
我讲啲乡音都唔正，我都系仍然洗碗、做茶餐厅、做侍应、做楼面。其实呢班劳动嘅人口，谂唔谂下感恩下佢哋？佢嚟到香港系一个政治嘅决策，系一个点讲咧？政府嘅决策，呢、這个决策收咗人嚟，我谂就要照顾佢啩。佢都唔系即刻上公屋啦，佢都唔系即刻攞医疗啦，佢都唔系落嚟个俾人系妖魔化咗呢一班人嚟到，就系同佢争饭食。争地方住，争资源，咁你又佢哋受晒资源啦，免费教育，其实系要补充人口啊嘛，人口根本就唔够，啱嘛？系啊，人口唔够，呢一班系好大嘅 working power 上社会架构里面，系，但系佢哋唔系落到嚟就医癌症，落到嚟就攞标靶药，系俾好多即系传媒啦，都系妖魔化咗呢一班人，冇错。嗱，又講翻醫院啲嘢啦，我聽第二嘢想講。嗱，其實咧，今次疫情之後，裏邊有好多病人受影響嘅。啊，你冚穿咗個頭，你攞出血嘅，我今晚都要即刻做噶嘛。係啊，相關嘅醫生都要即刻做噶嘛，要開喂唔做死咯。呢啲冇得縮噶。嗯。咁但係有啲啊，又急急地又唔急嘅，就其實好多都係守護緊香港嘅護士。好多好多病港人繼續好努力咁去做緊，冇錯。不過啊，我又中間有啲嘢又要真係要同大家分享啦。啊，有啲人要做內視鏡啦，因為發覺口水痰、大便都驗到嘛。係。咁佢哋其實咧，好多部門都唔需要用 N95 嘅。N95 我講過啦，即係上次都講少少，係一個幾緊嘅面罩啦，因為佢隔到病毒啦，咁所以N95 呢係分派啊。我上次有講過濫用 N95 嘅問題，咁但係成班後生有啲醫護就話：，其實你都唔俾 N95， 我做咩翻工嘅？話咁樣樣。記得我講過，唔係我記得講過一次。你記唔記得講過？初時嗰五日罷工嘅裡面，係有目擊。我要知道，我要知道嘅，但系将成桶狗啊 N95 倒落嚟嘅，系啊系啊，你有讲过呢一样嘢。某某大医院嘅 I G 系后生嗰扎要争取、要诉求、要罢工，咁你唔好牺牲咗一个 N95。冇错，你出出入入一次病房，哦，其实咧理应嘅，譬如你戴个 N95 几酷噶，你会好唔舒服嘅，咁你用完之后。出病房，你去当你去去厕所食个饭，咁其实你应该换一个，咁但系依家好悭啦，美国系五日先用一个啦，五日先用一个，而家香港就一日用几个，系咪？对唔住啊，我收到嘅消息要处理呢啲嘅消息就，佢每做一个内视镜人员，每一个内视镜要用一个，唔系每个医院系咁，但系有极仲有啲极黄嘅人喺度，仲喺度，你话黑医护啊？我想是啩，当你是个病人，我都是怀疑肠癌或者已经诊断了肠癌。如果组织去化验，你每一日你就是你派一个我咪做一个 case， 但是仲有嘢玩。OK， 好啦，我怕有事，你叫个病人来可能阿婆来的，可能阿伯来的，你来照个 chest 啦，要撩个鼻哥啦，流个口水啦，證明冇，我咪唔用 N95去做咯。咁但系呢班好高人工嘅人，佢喺边咧？每日就匿埋喺 office 打机。哇！即系好多，我都系想讲，好多医护都系好尽忠职守，继续去做紧呢啲工作。但系亦都有一班人不断去瘫痪我哋嘅医疗系统。佢唔好赞，唔使赞嘅，唔使多谢嘅医疗系统。但系佢唔好再将其他病人应该有。接受到的医疗都去摧毁埋佢。我收到的个案就免派药啊！哇，我都要罢，免派药嘛？哦，嗰个阿伯，我系我派错咗，咁我咪写薯仔文咯。我唔系话要咩踢爆黑医护，即系，但系我好想好衷心去你听到，当你屋企人有病嘅时候，当你嗰个系你需要嘅家人嘅时候，如果你话你家人都可以咁样去处理嘅时候，咁就真系唔使讲啦。我覺得點解我喺度推23条呢？23条呢一個真係雖然未必可以全部都做到，但係起碼可以令到班人驚啲。同埋嘅時候咧，去將一啲真係覺得我仲可以 take advantage 嘅人，
咁令到佢哋可以考慮下收手咯。我覺得係咁樣。要考慮。係啊，佢哋會諗。當 headquarter 出信就係話你冇翻咗工啦，扣人工啫嘛。已經第一件事同泛民嘅做法一樣，政治打壓。我聽到又係嘔曬血。咁大佬你冇翻工嘛？冇翻工就叫做政治打壓，真係。係啊。啊！冇翻工就係政治打壓，唔好將你嘅政治再搬上你嘅醫療啦。醫院入面有冇壞蛋？有壞蛋，但係好蛋都好多喎。有幾多比例好蛋啊？三四成以上，有一半是不出声的蛋，是不知道什么蛋，荷包蛋。有一半不出声，坏蛋都有三四成，有没有？坏蛋有三四成，有后生一点的，后生一点的。我要整只田鸡贴在我心口的正道，我要整个田鸡。你知道我说什么？我知道你，我每次见到，我知道好头痛。系啊，有啲高拔升晒，高拔升都做得好噶，我觉得，即系就算佢好，佢都好强硬个立场，起码够胆出信。喂，你冇翻工，我唔俾人工地，你天公地道啦。啱啊，绝对系啊。中间会唔会有冇抽算账？唔知啊，我唔敢讲有定冇啦，等佢哋即系开完会决定咯。会唔会障碍你升职？有啩，我相信。嗯，明白。系啊，要谂下啦。嗯 ，OK， 明白。好啦，今日讲到呢度先啦，好唔好？